Hi, Ethan. Hi. Hi. 你有礼貌。你有看到名字几吗？帅帅吗？哇，燕星，燕星早安。燕星功课做完了哈，很棒哎你。酷完才赶紧做。这是你看的，不知，我没给我布置。 哇，一恒跟我对我们两个上课以嘞。哇，还自己梳头发呢。哇，一恒，对，你会梳头发了哎。帅耶你！哇，一恒很帅耶你。你梳中线，梳中线来，跟燕子一样。中分。对呢，你看燕子给你一个模特了。 OK， 边中这边边中，旁边那个是谁？他姐姐哈，严星哈。谢谢。早安，一语妈咪。老师早安。妈咪，最勤劳的妈咪。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唱歌哈，在等别人的时候，我们先唱歌哈。大家要跟猪一起跳啊 ，Baby Shark。哎，你 share 啊 ，Sorry，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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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早上你们有没有跟老师讲早安？早安，小朋友。 OK， 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什么哈？ 今天我们要复习之前学过的东西。OK，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我们来听一下网课规则。小丁小姐讲了。网课学习，准时报到，换上校服，整齐端正，备好桌椅，坐姿正确。 我与苹果安全距离，专心上课，快乐学习。 Wear the school uniform, neat and tidy. Get ready, table and chair. Sit up straight.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screen. Study happily and concentrate on class. 来啦，你们有没有听到小丁小姐每一天跟你们讲的规则？你们有没有做到嘛？网课学习准时报到 ，OK， good， 大家都有做到。换上校服，整齐端正啊，大家都有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对不对？那个 MRC 的衣服 ，OK， 帅帅啊！备好桌椅，坐姿正确，坐好来 ，OK， 我与屏幕安全距离跟这个荧幕呢有一个。 距离不要看得太近，专心上课，快乐学习，要当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呢，你们要专心听啊，然后呢，拿出你们的book text课本，还有阿拉读list，还有彩色笔。那好了，我们就要来开始上课呀哈，你看，是他讲么？哎呀，母亲出第十个啦，数到三拜，不累，能把我赶咪飞机，马嘎安念的。 爸爸，这个假期呢已经来了，可不可以带我们去旅行呢？Kamu ingin pergi ke mana？ 你想要去哪里？啊，爸爸呢想要带他们去旅行了。小安子就讲，saya ingin pergi berkelah di tepi pantai dan bermandi mandi di air terjun。 我呢想要去这个瀑布玩水，还有去野餐。 Baiklah, kami sekolah pergi maka angin esok. 明天我们去野餐啊。 Kamu pergi memberi tahu ibu bapa dan kakak kamu. 你快点去告诉爸爸妈妈跟姐姐他们，叫他们做好准备。明天要一家人要去旅行了。啊，你看他们就隔天，他们可 esok hari ni 他们就要去旅行了，有看到吗？他们呢 mereka berbual semasa。 dalam perjalanan ke 那个 destinasi， 他们在那边讲话聊得很开心，然后他们就来到这里了，有看到吗？他们就 sampai di 这个 tepi pantai， 他们就来到这个海边了。哇， cantik ni， 很美嘞，这个沙滩。这个小丸子呢，就请他的姐姐呢，跟他一起去。 Dia menjemput kakaknya bermandi manda bersama-sama. Marilah kita bermandi manda. 姐姐就讲，jom，一起去游泳吧。 然后他们就来这里玩水了， bermandi manda. 好，然后呢，他们也有在这里野餐， berkela， 跟 membina istana pasir， 堆这个沙堡。这个小丸子呢，他也很开心，为什么？你看他。 在这边很舒服的休息，对不对？Dia berehat di bawah sebuah payung。啊，这一路上呢，他们都很开心，一起讲话，一起聊天，一起玩。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 air terjun，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瀑布。看到吗？小丸子 sekeluarga telah sampai di 这个 air terjun， 他们一家人就来到了这个瀑布了。然后呢，这个小丸子还想。 哇，这里的 pemandangan di sini sangat indah， 这里的风景很美。呀，得到爸爸都把蛋羊 cantik di sini， 这里有很多很美丽的石头，有看到吗？那周围呢都有很美丽的石头，还有什么呢？还有 dan tumbuh-tumbuhan yang menghijau， 还有很多绿色的植物。哇，你看这个瀑布很美，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讲，爸爸就讲。 Tetapi kita mestilah berhati-hati semasa berenang.
当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水流的痕迹，对不对？呀，阿爱迪西尼蒙阿六的安，德拉这里的水呢流的痕迹，所以呢我们在玩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小心，不然就被它冲走，还是滑倒在那里，对不对？啊，你看小丸子呢跟他的嘎嘎，蓝嘎嘎呢，莫南嘎伊干迪，这个埃德俊，这个里面有小小条小小条的鱼，所以呢他们一起来这里抓鱼。过后呢小丸子又来跟他找他的伊布。OK， 第二步打呢伊布呢，伊布就是妈妈妈妈。 OK， 伊布 saya ingin belajar berenang boleh tak？ 妈妈妈妈，我还想要学游泳。Pasti lah boleh， 肯定是可以的嘛，你想要学什么都可以的，因为这样子呢可以让他们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你看他们两个 Rajin belajar berenang， 他们很勤劳的学着游泳。你们呢也要像小丸子这样子哈，他们呢很勤劳的学游泳。最后你们觉得还有没有学到成功啊？你看啊，在他学游泳的时候呢，dia mengikut ajaran orang lain， 他呢有听别人这样子教他这样子游泳，他就跟着去学学学学学。最后呢我们看还有没有学到他这样子游泳哈。dia berenang dengan berhati-hati， 他小心的游泳，他每天呢都会来到这个游泳池这边呢学游泳。因为呢现在是学校假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小丸子他也想要学一点点技能，让他变得更厉害。你看小丸子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学游泳了。最后呢小丸子成功学到了怎样子去游泳了。 OK， 刚刚这个故事呢我们有看到谁？刚刚故事里面我们有看到谁？这个是爸爸，对不对？爸爸阿亚 ARYAHYA 阿亚爸爸。我们要这样子，爸爸每次这样子疼我们啊。每次呢你是不是睡在沙发，然后是谁把你抱回去房间了？是你的爸爸，对不对啊？爸爸把你抱回去房间里面睡觉，让你舒舒服服的睡，不然你睡在沙发呢你就会腰酸背痛，有看到吗？所以爸爸对你是很好很好的，他很关心你。然后呢爸爸也会常常带你们去吃，对不对啊？他也会带你们去旅行啊，带你们去吃，这是爸爸疼你们的表现。爸爸有带你们去吃嘛，有吃很多好料，对不对？小丸子的爸爸你看他也对他很好很好，还有每天带他去吃好料的。最后呢在这个小丸子伤心的时候呢，怎么说小丸子不是说的，小丸子很伤心啊，你看他心情很低落，就坐在那边啊。然后呢这时候爸爸就会关心他，他就陪在他的身边，有看到吗？爸爸有没有陪着你？虽然爸爸没有讲话，但是呢他是在陪着你的，有吗？爸爸是一个很疼你的人。这个是谁？这是妈妈，对不对啊？刚刚我们有看到小丸子的妈妈阿姨 Biubu 伊布妈妈。妈妈怎样子疼你？妈妈你看每次你做到很好的事情，妈妈是不是称赞你呢？哇，伊恒好乖，伊莱就好棒，有没有？你做完功课的时候妈妈都会称赞你的，有吗？啊，有，对不对？所以妈妈每天都在鼓励你，让你变得更聪明。妈妈也是每天煮饭给你吃，有吗？有看到吗？啊，煮饭呢她每天就算很忙很忙还是会煮给你吃，因为她怕你很饿了，她怕你饿到。最后一个呢，当你生病的时候谁会陪在你旁边？你生病的时候你看她讲人家肚子好痛哦，我肚子好痛好痛，谁陪在你身边？你的妈妈，对不对？是吗？妈妈是不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有照顾你？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还学到了嘎嘎姐姐 K A K A K A 嘎嘎姐姐。姐姐又是要这样子陪着你呢啊，你看一起吃 ice cream， Elijah 你想要吃 ice cream 吗？ Elijah 想要吗？你看冰淇淋耶， Elijah 啊，你看到吗？小丸子的姐姐呢就会陪着他一起吃 ice cream， 还会陪着他怎样
生病的时候呢，妹妹也要偶尔照顾她的姐姐，姐姐也要照顾妹妹，不可以打架啊，打架是不对的。啊，姐姐呢想要做什么，妹妹也会陪着，对不对？你有看到吗？小丸子的姐姐跟妹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你们一很像言行跟一亨，以来加跟 Esther 的感情也是很好，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对你们的姐姐跟哥哥好啊。我们现在就来看阿棒哥哥 ，A R B A N G 棒，阿棒哥哥。哥哥呢？当你哭的时候，哇哇哇，是谁来照顾你了？是你的哥哥，对不对？有吗？啊，然后呢？哥哥也会帮你拿东西，还会保护你。哥哥是不是很好？所以呢，你们要对你们的嘎嘎的阿棒好哈，对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哥哥姐姐，还有谁？还有你的弟弟妹妹，对不对？有看到吗？这个就是阿爹本人冠妹妹，阿爹本人冠，你可以这样子打妹妹嘛？不可以，对不对？啊，这样子可以打弟弟嘛？阿爹的 lucky 可以打弟弟嘛？不可以，对不对？谁可以打弟弟？都不可以打的，这样子呢，弟弟也会在那边很伤心的哭。然后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Bad Dojo 第七课了。Zaya Rajin， 我很勤劳。我们来看勤劳小朋友是谁？一恒、Elijah， 你们勤劳吗？勤劳吗？勤劳就给我点头。好，我看 Elijah 在做功课了，很棒，加油哈。然后呢，勤劳小朋友还会怎样？还会 Rajin， 我们要干科加鲁玛尼亚，还会勤劳做他的功课。一恒，你要勤劳做功课啊！一恒，快点做你功课，然后老师等一下会给你们星星的啊。然后呢，还有 Rajin 什么？还有 Rajin Bersana， 你要勤劳做运动，不然你等一下就变得越来越肥，越来越肥，你要吗？不要，对不对？最后一个呢 ，Rajin 什么 ？Rajin Mengoso Gigi， 要勤劳的刷牙，不然你的牙齿会怎样？掉下来，对不对？牙齿会坏掉的。所以你要勤劳刷牙 ，OK？ 所以一个勤劳小朋友还会勤劳猛吧，翘不顾，勤劳读书，勤劳做运动，还要勤劳的刷牙，每天早上晚上都有刷牙 ，OK？ 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去拿什么？拿星星了。这是谁？这是伊莲娜，对不对？啊，伊莲娜呢，今天没有上课，所以呢，我今天。来看 Elijah 有在吗 ？Elijah， 啊，我给 Elijah 一颗星星啊 ，OK。Elijah 有来对不对？啊，所以呢 ，Elijah 有一颗星星。一宇呢，一宇我给他一颗星星。哇，大家星星很多啊！你看这个是谁？这个勤劳的小朋友是谁？是谁？要不要举手？谁？一恒是你吗？一恒是吗？你看你的星星好多、哦、啊！我再多加一颗星星给你啊。OK， 然后这个是达达。好了，我们拿完星星，我们要开始做功课了，对不对？来，我们看今天要做什么功课啊？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五卷 lima belas， 五卷十五，可以打开你们的。评测十五嘛，我们要做功课了。一恒，你看这里，一恒，这个只是点点点而已 ，OK， 你把它写上去就好了。苏瑞嘎苏布嘎道，我们一起做好不好？一恒 ，A R Y A H R R 呀，跟着我一起写。爸爸，爸爸对你们很好，对不对？对吗？啊呀，爸爸。第二个呢是什么？伊布，伊布，妈妈，妈妈每天都煮菜给你们吃，她煮的菜很好，很好吃，对不对？爱伊比尤布，伊布 ，OK， 妈妈。最后一个是谁？最后一个是爸爸，对不对？他讲伊尼，阿呀，阿呀，这是我的爸爸。你们要跟着我一起做啊！等一下你们的功课呢就会很少很少啦，就可以很快就拿到星星啊！
Ini ayah saya. 写好了吗? 写好了,你们有看到这个图片吗? 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帮他踩上颜色啊, 因为他白白的很可怜,对不对? 啊, 好了吗? OK, 很棒哦, 我看到大家都有在听到这功课。 一恒加油, 一恒加油。 好了,我们要看下一个啊, 我们看评测, 16。 评测16呢，他就叫你们不拉杆，不拉杆叫伴娘伯多把对的答案呢，帮我跟他圈起来。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学过的，对不对？我那时候讲3是3个 Elsa， 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啊，然后呢，3叫什么？你们可以先把这个3呢踩上颜色，3，2个弯弯的。 OK， 猜好了吗？然后3叫什么？我上个星期教过的，叫 Biga， 对不对 ？Tiga Biga， 所以 Biga 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对不对？旁边那个是嗯吧，所以呢，你们要把它跟我圈起来，圈好了吗？啊 ，Biga 就是3，你们的3根手指，你看 ，satu。 Dua, tiga, san. 你们现在也是3岁，对不对？ Semua budak ber, 你们呢都是 berumur tiga tahun, 3岁了。我们来看第二题呢，还是要你们写5。 你们帮我把它踩上颜色。现在我们换一个颜色啊，这个5，踩上颜色，这个，等一下哈，这里。 帮我把这个白白的数字呢，给我踩上颜色。完了干，5，5叫什么呢？我上个星期学过的，里嘛，对不对 ？L I 里，M M 嘛，里嘛，是里嘛还是里嘛？里嘛，对不对？里嘛，5，有吗？给它圈起来了。 最后一题呢，这个我也是要你们自己做哈，有吗？你们做好了吗？做好了，我们要看下一个了。OK， 我们看下一个哈，我们看5卷17。OK， 5卷17，他讲 tandakan betul pada jawaban yang betul， 在对的答案旁边呢打一个勾，这个人是谁？哥哥。 哥哥 ，abang，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还是讲 bang 啊，对吗？还是 abang bang abang 哥哥，是这个对不对？所以呢，在对的答案旁边呢，跟我打一个勾，有吗？打好了吗？啊，这个也是可以踩上颜色了。第二题呢，你看这个，这是姐姐对不对？啊，这个完你们自己做。嘎嘎是上面这个还是这个？ 啊，可以去书本里面找答案。好了，我们要看下一个了哈。好了吗？啊，小朋友们，你们都很 rajin 啊，你们都很勤劳，加油加油。好，我们看下一个了，下一个评测。5卷18，评测18。Sure kan suku kata， 帮我呢把这个花线上面的字呢跟我写下去，可以吗？他就讲第一题 ，ini ialah adik perempuan。 这是我的，这是妹妹 ，adik perempuan，OK， a r d i k d a d i k perempuan， 有吗？你没有把它写上去吗？好了，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要你们自己做啊，这个是谁？这是弟弟，对不对 ？ini ialah adik lelaki， 这是弟弟 ，OK。 好了，我们看下一个了。5卷19，评测19。不拉干就要伴娘不到，在对的答案那边呢，给我打给我圈起来。第一题呢，他讲saya rajin membaca，他呢勤劳做什么？他勤劳读什么？他勤劳读牙齿吗？对吗？他勤劳读牙齿啊，membaca gigi对吗？错了，对不对？
还是他很勤劳，门巴恰不顾，很勤劳读书，所以呢是 Rajin 门巴恰不顾勤劳的读书，理由不，可以不顾，啊，把对的答案呢给我圈起来。然后呢，第二题这个 Ade Rajin 门哥说，这个妹妹呢，她很勤劳做什么？她很勤劳刷书本啊，可以吗？书本可以刷的嘛？不可以，对不对？ 啊，所以呢还是很勤劳，蒙哥说，一记，圈好了吗？啊，第三题完，你们自己做哈，你们也可以去课本的最后一课那边找得到答案。好了，我们要去看下一个了。我们要看评测20。乌拉干叫半羊不动，把对的答案呢给我圈起来。乌拉，第一题呢，这个是什么？ 还是哥哥阿棒还是姐姐嘎嘎？还是阿棒对不对？所以呢，A R B A N G 棒阿棒，可以帮我把它圈起来吗？还是哥哥不是姐姐？哥哥是男生，姐姐是女生。然后呢，第二、第三题呢，我要你们自己做啊。OK， 好了，我们看下一个了。 Latihan 4练习四 Warna kan jawapan yang betul 把这个对的答案呢帮我踩上颜色啊现在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图片呢还是白色的所以呢帮我涂上颜色啊 OK 把这个人呢给我涂上颜色啊不然他白白的很可怜哎你看他什么颜色都没有 啊，然后呢，这个是爸爸，对不对？他要去上班了，所以爸爸叫阿亚，A R Y A H 呀，阿亚，所以你们帮我让他踩上颜色，好了吗？好了，我们看下一页了哈。好了，这个第二题完，你们自己做，你们要帮他踩上颜色啊。OK。好了，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拉德汉里曼练习五。哇，那刚刚把颜色帅，把适合的图片呢，帮我踩上颜色。首先不单嘛，第一题呢，他讲什么？ini gaga saya， 这是我的姐姐。哪一个是我的姐姐？是这个还是这个？哇，这样小的可以是你的姐姐吗？啊 ，baby 不是你的姐姐哈，所以这个才是你姐姐，帮他踩上颜色啊。 踩上颜色。ini gaga saya， 把对的答案呢帮我踩上颜色，好了吗？第二题呢，我要你们自己做啊。OK， 可以吗？好了，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看 latihan 6，这些你们都会做的。练习六 ，suregan。OK。 这个我有把那个题目改正了，对不对？在你们纸上面是 wanna gan， 把它踩上颜色 ，OK？ 你有看到我画线的吗？每一个画线的呢都是不一样的 ，sugugatan 啊 ，OK？ 所以呢 ，A R， 所以我们 A R 踩一个颜色 ，D I K D 踩一个颜色 ，OK？D I K D A D 就是妹妹 ，A D 本人不换。P E B 有吗？每个都是不一样颜色。看，跟着我画的线那边呢，踩上颜色 ，berem， r e m rem， 好了吗？你们可以帮我踩上颜色吗？皮有不 ？a n an berem buan。 OK。 然后呢，你们有看那个图片，它没有颜色嘛，所以我想要请你们也帮我给它踩上颜色，好不好？Ade perempuan 就是妹妹，这个小女生是妹妹。Ade perempuan。然后第二题呢，我像你们像第一题这样子帮我踩上颜色啊。Ade lelaki 就是弟弟。好了，我们看最后一个练习了。我们看 latihan 7第七个练习。 OK， 第一个呢，他讲 membaca 哪一个图片是读书？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一个对不对？门巴恰，所以呢，我让你们帮我画线，画线过去对的答案。门巴恰，然后呢，你有看到这个图片是白色的吗？所以我要你们帮我跟它踩上颜色，把对的答案呢给它踩上颜色。第二题，第二题你们自己做哈，门高手笔记刷牙是哪一个？好了，所以呢，我们也要结束了，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做的功课有什么。五张lima belas就是五张评测十五到评测二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都要做，还有拉丁汉恩巴、拉丁汉四到拉丁汉七都要做 ，OK？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来，我们就要放学了。放学之前有人要见你，就是这个小金小杰。同学们再见。 好了，所以呢，我们全部人一起讲，我们一起讲，谢谢老师，好不好？Terima kasih cikgu， 谢谢老师，谢谢小朋友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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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拜拜，拜拜，过年节，拜拜，哇，拜拜，一龙，大家好，拜拜，拜拜，嗯，欢迎收听。